限的，我们知识是有限的。如果你有足够的安全边际，有足够的价格的保护呢？如果你有足够的安全边际，有足够。做的价格的保护呢，就会让你不太懂的情况下，也赚很多钱。因为为什么我开始举这个例子，那个生意我真的一点都不懂，我真是赚了狗屎运了，赚了七八倍钱，其实我应该赚一倍的钱。这个，但是基于有安全边际，所以我去敢去投，这个，然后投完了之后呢，你反而学习了很多很多东西，所以这个安全边际特别的重要。就待你对未来不太这个预期不太这个不太清楚的时候，一定要去选择那些特。特别便宜的机会，就你在选择不同机会的时候啊，便宜仍然是硬道理啊。这个就看你这个时间有多长啊。这个时间越长，这个行业本身的特性啊，这个是这个护城河最有效。要的保护，时间越短呢，人的因素就越重要啊。这个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企业呢，它的这个竞争的优势的来源都不太一样，可保护的程度也不太一样。这个，所以每一个企业都得必须要这个，虽然我们要求的这个最终理解的标准是一样的哈，
但是这个分析的方法都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啊，最终你花了很多时间之后，你会得到一个可能我已经得到的答案啊，就是绝大部分企业其实你是说不清楚的，绝大部分企业你没法 predict。 很多的企业这个它本身的变化呢，确确实实不构成持续的竞争力啊。你比如说我们举最简单的这个，比如说餐馆这个例子啊，在任何时候每一过一段时间总有一批餐馆在北京是最好的，对某一个这个菜系是最好的，但是你会发现没过一段时间又变了。所以就是在就是因为它现在很好，真的是很难保证它以后还会很好。像这类企业其实你可以花很多很多时间去了解，但是最终你会发现其实你很难判断，其实你很难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至少对我个人来说啊，我把这个时间这个都会花在那些在我看来呢更能够这个比较 predictable 的这个行业里面，然后这些行业里面这个 predictable， 你再回去看一看呢，在剩下的这些企业里面呢，哪些企业这个 predictable 是因为它本身，不仅是因为这个行业本身 predictable， 是因为他自己确实是很优秀，优秀的含义就是他对于资本金的回报呢，远高于他的这个同业，远高于他的竞争者。然后你在中间再去发现
哪些东西呢？其实我还是蛮有兴趣的，可能我还有一定的能力，或者以。已经在我的能力圈范围之内，这些才是你去花时间去研究的。所以回过头来啊，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上市的这个企业大概有10万家左右啊。如果说这个在全球范围之内去寻找啊，但是你在任何时候你其实不需要超过5家到10家。所以你做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呢，是做减法。就很多东西，那你可以忽略不。不计，啊，这些很多东西都不在你的范围之内。你做的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在你范围之内，如果属于你的机会，你一定不能搞错。但是不属于你的机会，你完全可以忽略。所以我还是回到原来的这个话啊，就是说要对自己的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然后呢也可以比较挑剔，因为你一旦了解了这个之后呢，你可以慢慢的等待，当这个机会啊，就是当。这个价格呢，开始进入到对于你认为价值足够的安全边际的时候，这个时候即使你错，你也不可能亏钱。在边际的时候，这个时候即使对于你认为价值足够的安全边际的时候，这个时候即使你错，你也不可能亏钱。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大规模的出重手。所以就是这个你的研究呢，这样看来呢，就是最好集中在你能够真的弄透、弄明白的事情上。而且你既然选的很少，你不妨就选最优秀的。当然，你也可以选最小的，我可以抓得住的，也可以去选我已经很便宜。这个我如果能够理解它了之后，我的这个安全边界足够。哦，不可能亏的，所以总之你投的是确定性，你要回避的是不确定性。当价格可以给你提供确定性的时候，那就价。价格成了你最重要的。当你自己的知识圈、你的能力。
你的判断力成为你的这个确定性的时候呢，这个最好的你研究的是本身特别优秀的企业，这样你就不需要不断的每过几年就换，你可以持续很久很久，让这个公司本身的福利呢来为你工作。这个，我这个从事商业吧，广义的商业，差在26、7年了啊。这个，我也见过形形色色、各种各样这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或者不太成功的企业家。这个我发现，这个市场经济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可以释放各种各样的人。这个，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很多这些成功的企业家呢，其实都是很有问题的。就是在市场经济被发现之前，这些人在生活中你都不太愿意跟他打交道。而且，如果他要做这王晨从事的这个新闻，一定是失败的。但是，这个市场经济它就会让这个任何特殊的人、任何不同的人、任何异类，都有可能在他最后选择的这个 niche 上成功。所以我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从来不去判断这个有哪些 prototype，有哪些这个标准。准的这个人格，可以在市场经济情况下成为优秀的企业家。你比如说，你要按照这个就所谓一般的标准，你比如说你要按照这个就所谓一般的标准，你不会认为马云会是一个很成功的这个企业家的。就我都认识马云20几年前，他刚刚建公司的时候就认识他。那个时候我也确实也没觉得他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企业家，他身上有很多了不起的特性啊。这个，所以，但是市场经济恰恰就是让各种各样有特色的人，都有可能创造适合他的一款的企业，然后在中间取得很大的成功。所以我的结论呢，就是我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什么样的人具备成功的这个素质。哎，但是这个。每一个公司，你就可以分析啊。你当你分析到公司的时候，你不要分析人的时候，你会了解到为什么这个人创造了这样一间公司，而这间公司非常的成功。马云他自己可能不管这个很细的东西，但是他一定会去，他很明白怎么去管人，怎么去用人。那么他用的这些人对细节就非常的非常的敏感，因为张勇就是一个很独特的例子，就每一个人都会找到特别适合自己的，所以在判断一个企业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判断这个，因为这个人什么样子，这个企业一定会成。成功或者不成功，那我也遇到很多这个看起来什么条件都应该是蛮对的人，结果这个企业做的就很一般啊。我们大家也都可能有经验哈，你可能这个你们的同学也好，你看一看四周所谓，这个有些人就是 stand out 的最有可能成功的，但是后来也做的不太好。这种情况是比比皆是，比比，所以我觉得你。
一定要回到每一个企业，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那个，以前呢，这个我上学的时候啊，这个也有这么一门课啊。那时候当时是哥大那个唯一开的这么一门价值投资课，所以说这个 Warren 呢每年都会来讲一次，就总有人问他这个问题。这个，然后呢，他说的就是你呢，最好的学习的方法呢是给你最尊敬的人去工作，这样你会学得特别快。后来我这个听完了这个之后呢，我就决定自己开公司了。有点玩笑了，主要是因为找不着工作啊。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人跟人也不太一样。有些人呢，确实是在别人的这个指导之下呢，会学得更快一些，但是坏处就是，我就说这个实际实践中的价值投资人特别少，所以这样的这个公司呢，而且基本上不怎么需要人，就是他如果这个公司是非常成功的话，哈，你像 Warren，他这个公司里下属100多间分公司，雇50多万员工。但是他总部只有25个人，然后一直到7、8年前呢，这个投资人就两个，就他跟芒格两个人，管5000多亿美金，所以这个也很难到他那儿去工作。所以现在这个好容易7、8年前弄了2个年轻人，这个而且还不是代理，人家自己去管啊。这个好多我们也是，我们这管了这个。这个也是蛮多，但是我们就几个人，就他这个真的这个，所以就是当然，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更好，但是这样机会很少，就是尤其是特别优秀的这个投资人呢，基本上不怎么需要雇人，这是悖论啊！那当然，你跟他去学习是确实会学得蛮快啊。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开这个课呢？就是想，而且我将来要想也，我们也建一个这个中国的价值投资人村啊，有这么一批人能够有比较长期的这个独立的结果啊，不是那种几百个产品的啊，就一个基金，一个管理，一种风格，然后持续很多年得出来的结果，这个是我们的白名单结果啊。这我们也应该去找这样些，然后让大家看见，真心的看到，就是这个是可能的，这个结果是可能的，实实在在的。如果我当年没看到这个巴菲特的这个真人，我的理解对股票理解还是停留在日出里面草雨的描写，所以我是绝对断然不会进入这个行业。那当然，我也想给他工
作，那当然他也不雇人呐，我们也不雇人呐，所以最后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得自学，还是得自学，但是自学呢和这个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很远的人呢，这个有一些交流还是非常有用。所以就是说我在这个我们基本上不做这个演讲，我从来不怎么做演讲啊。但是唯一的例外就是，我常常会回我的母校啊，就对那门课跟学生做一些分享啊。这个我们这个课之前我也不到中国去演讲，这是我第二次在中国做演讲啊。这个为什么不做演讲呢？其实也是和你的投资有关系啊。这个人的本身的倾向呢，就是还回到我们刚才这个广阳的这个卖方跟卖方的，就他这个本身天然就是一个有卖的倾向，大家老想把自己打扮得比实际更漂亮一点，要不然我们买那些衣服干嘛呀，是吧？老是想学的这个，比自己实际结果更这个，更有这个知识，是吧？更有判断力，更厉害啊！这就是人的倾向，这没办法。所以你每次去讲的时候啊，都会强化这种观念，尤其是你讲一些具体的股票的时候啊，你每次去讲，你每次见投资人的时候啊，你本来还留着一些比较健康的这种怀疑，因为人不可能百分之百呀。你80%90%是不错的，可是你老把它说成100%，到最后你讲的多了就变成200%300%了，到最后又把自己骗掉了。所以就是说，你讲的人越多，他结果一定会更烂。所以我基本上从来不去讲，但是唯一就是在什么时候去讲，就是在这种场合下跟同学们去分享一下，也是因为确实这个机会很少。但是我们也不讲具体的这个公司啊，不见得讲具体的公司，但是可以分享一些经验。所以这个，当然我就说第一选择仍然是给你尊敬的人去工作是肯定没问题的哈。那第二选择呢，就是能够去自学，而且在自学过程中能够去找到你比较敬佩的人，然后尽量的保持一定的关系。也包括像这样的课啊，今天很多朋友好像都从，反正从哪儿飞来的都有，还有从美国飞回来的，这个其实是有用的。如果我处在你这位置上，我也会这么做，因为这个一点点的这个分享呢，在实际中就特别的有用，因为这个学问就是一个实践的学问，而且在这个我就说这个投资中，它本身是一个孤独的过程，它就是自己做决定。你讨论的人一多，变成一个 committee，哎，你的这个客观性就丢掉了，你基本上就没办法判断 us。这个 group dynamic 也会起来，人的 psychology 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这个生物进化造的这个大脑呢，就不太适合做投资这件事啊，所以你确实是有一个修炼的过程啊。当然，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机会，那当然一定要去珍惜这个机会，去抓住这个机会。但是没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你可以创造其他的机会。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自己学习。自己体验这样一个过程。那我觉得就是这个，你急于这个买一个股票去研究，还是说急于想研究一个股票然后再买啊？不，这个顺序不要搞错，股票然后再买啊。不，这个顺序不要搞错。啊 这个要研究好了再投。那么你这个问题我觉着啊，你可能是想问这个上哪儿去找那些资产负债表那么低的这个股票啊？这个确实呢，现在这个在这个市场可能不太多了，但是呢，其实啊，就是在亚洲很多市场还都存在，因为我就说这个全球，因为你在全球都可以投嘛，我假设你都可以投啊，这个大概有10万只股票在每天都在交易，
啊，在亚洲很多呢，你还可以去研究了解，这样的股票仍然存在，这样的股票仍然存在。就是这个，你比如说我资产分这个公司的这个是在盈利状态，可能未来很多年都是盈利状态。然后呢，这个净资产，你可以 verify 的，比如说是股票或者是证券或者房地产，你比如说这个，你能看到的，比如说是100啊，这个简。你比如说这个，你能看。看到的，比如说是100啊，这个减掉所有的负债，那么这个公司呢，正好现在大概 trade 在50左右，样的机会已经跟我开始的时候比起来少了很多，但是还有，很奇怪，在任何时候这个市场啊。所有这些犄角旮旯的地方有这些东西啊，那如果说我要重新开始，什么都不懂。我可能还是从这儿开始，因为至少这个比较有把握，我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我对其他公司都不懂，我也不会亏钱。啊，但是这个市场，那就我们现在管理的这个资金就不能研究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在这方面。肯定不是这个最最这个最好的专家，所以你就问我这个问题呢，就我这个很抱歉，我真的是不能。我回答你，但是我知道在其他的市场还有，所以在中国。啊，因为这些观点其实也是影响的这个 Warren 啊，因为他对这个什么 Warren 很有兴趣，他自然的他会对那些非常强的公司呢特别有兴趣，特别优秀的公司特别有兴趣，因为 Work 这些公司绝对这个挣钱比那些差，特别优秀的公司特别有兴趣，因为 Work 这些公司绝对这个挣钱比那些差的公司便宜公司好。那么这个 Warren 早期呢，他是在这个 Graham 那边干了2年多，然后跟着他学习了2年左右，所以这个 Graham 看待问题的看待这个也强烈的影响他，因为 Graham 在形成他的理论的时候，主要是在大危机时代，他在二十年，因为 Graham 在形成他的。理论的时候，主要是在大危机时代。他在20年代初期，也29年之前也做了一些投资，但基本上都是这个投机，而且做的蛮失败的。但是他二九。年之后，痛定思痛呢，他开始来系统性的总结一套不同的方法，然后他的从事的这个时间呢，主要就跨越了这个从29年一直到这个50年代。那么29年，当这个股市跌下来之后，什么时候才恢复的呢？这个中间是到50年代初，就过了中间差不多。都17年的时间，这个中间是到50年代初，就过了中间差不多17年的时间。所以 Graham 的整个 career 啊，他的整个过程就 cover 了这个。
美国股市最 depressed 的时候，结果这个指数天天在跌，就跟我们 A 股一样，就是几乎它的这个整个这个事业过程，哎，这个股市指一直在跌，然后它是在这个情况下取得优秀的成就，所以它也不可能做得太大。因为那些公司它确实是，就是后来这个汪尔讲这个检验屁股的这些公司，它没法做大。所以这些想法当然让他在这个时候很成功，那当然也是对 Warren 的影响很。强大。但是到 Warren 自己开始做的时候是50年代末期，中期和末期啊。这个时候的这个美国经济已经从大危机中间走出来了，整个经济情况也开始在发展，那些优秀的企业开始真正的发挥的这个威力了。所以这个时候芒格先生对这个 Warren 的影响就特别的特别的有意义。那么他一开始的对 Graham 这套呢，就是这个就相对有自己的保留。他的这个更多的是想弄清楚这个世界是怎么 work， 什么 work， 什么 doesn't work， 然后 repeat what works， avoid what doesn't。 所以他对于这种优秀的公司就特别的有兴趣，而且他不强调非要很大的折让，因为这个倒是一个蛮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在中国倒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指数基金占的比例很小啊。这个就在中国跟美国是不一样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呢还没有这个完全实行注册制啊，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做很强的这个出市的这些政策哈，退市的政策，所以我们的这个股指呢不太能够完全的这个公平的反映经济本身的状况啊。这个是我问题，这个我就是觉得监管部门可能在下面若干年之内啊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从这个制造业出口到这个进入到消费为主。那么消费为主呢这个融资的方法呢就要从这个间接金融变成直接金融。那股票的这个市场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呢你就要吸引更多的人进来。你希望更多的人呢你需要控制它这个赌博的成分。泡沫的成本，你要增加这个投资的成本，而增加投资成本最好的办法呢，最快的办法还是规模最大的办法还是股指，所以就是你要让这个股指呢比较能够公平的反映这个经济本身的情况，啊，所以就是一方面能可能在这个替代的情况，就是研究出比较好的 ETF 啊，这个能够比较这个公平的代表这个经济的现状。但这个非常的这个 arbitrary 啊，快的让这个市场进入到一个注册制的一个状态，这个退市先做起来，入市呢也慢慢的这个逐渐的做好，这样它的股指就变得比较代表性，这是中国的问题。那么美国的问题呢，就是股指现在越来越高，那么现在问题就是高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啊？他就开始有一个这种自身带的这个正循环和负循环影响的定价。这个市场里面之所以我们需要投资人呢，是因为投资人是真正能够为这个证券来定价的人。这个如果市场缺了定价的机制呢，它就会对整个融资造成扭曲。啊，所以就是说被动的这个投资呢，就是它最大问题，它不做定价。那就是这个到了什么比例的这个投资人呢，必须要在这个市场里才能够让这个市场比较有效，这个就是在现在成熟市场里面临的一个问题啊。但是现
在我们大概这个股指的比例呢，现在还没有完全到了这个影响定价的这个程度啊。但是这样发展下去，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会让这个定价的这个投资人呢变得这个越来越小，以至于这个失去这个定价的功能。但是我从来对这个这是大家的一个说法啊，我个人的观点倒不是那么担心，因为在股指进来之前，我们一直有一大堆观点倒不是那么担心，因为在股指进来之前，我们一直有一大堆的投机的，而且价值投资的人呢就更少。然后我就是说，我在这里面把价值投资呢和基本面投资呢投资人的这个分着用，但是价值投资实际上是基本面投资人中间投资人的这个。然后我就是说，我在这里面把价值投资呢和基本面，而且价值投资的人呢就更少。然后我就是说，我在这里面把价值投资呢和基本面投资呢。投资人的这个分着用，但是价值投资实际上是基本面投资人中间比较挑剔的一类人啊，就这些人呢，就要求的这个安全边际比较高啊，但是他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啊。那这些人呢，其实在我的感觉啊，一直在市场上占的比例不大啊。以前呢，在哥伦比亚法学院有一位教授叫这个 Lowenstein。他做过一个这个比较系统的统计啊，就是到底市场中价值投资人估算应该有多少。当时他算出来大概差不多 5% 左右啊，这个不是很科学的一个算法啊，但是我也没有看到其他人在这个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啊。所以就是说，不管是 5% 也好，还是 7%、4% 什么 10%, 反正总之这个数字不太多。在股指这个期货这个股指这个投资出现之前呢，一直是这些人作为这个市场定价最中间的力量。它并没有发生那么大规模的这个失效，当然它这个 bubble 啊 boom bust 一直都在啊，除了到了这个08年09年的时候呢，确实是就到了一个很极端的情况下，所以我总之觉得呢，这个问题可能还要到很多年以后才会成为这个股票市场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不存在，中国的问题是今天的股指不足以比较公平的代表这个整体的经济状况，而且还没有一个替代的 ETF 啊，就是说谁能够把这个一个替代的 ETF 能够这个发展出来呢，这个能够比较公平的代表这个经济的现状，我觉得这个对普通这个大众投资人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那这方面监管层呢需要做很多的工作。这个投资呢确实是一个 long game, 是一个很长期的东西。短期的这个业绩其实一点用都没有。我就这个沃尔之所以让大家敬佩啊，他真的是这个他是将近60年的业绩。取得长期的业绩特别重要，所以你要取得长期的业绩，你身体首先得好啊。两个人，一个89，一个96，两个人每天都还工作啊，就热情不减啊。这个，所以就对我觉得第一个这个就特别重要，就是这个，而且长寿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当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啊，但是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最重要，而且要有一颗这个平常心啊。他们呢，你看他这个他就从来就不会去，他这个因为他的所有的做法都是多赢，所以他就没有压力。你比如说他们两个人呢，50年前两个人的工资就是一人10万美金，50年之后
哦，现在还是一人10万美金，他要是去收取1%的管理费啊，他现在这个5000亿是吧？你们可以算算1%是多少？他如果收取20%的什么这个什么这个表现费啊，performance fee，那他的这个资产有多少？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他就必须得去。每年都得有这个业绩啊，因为有些人要撤呀，那他就要有这个压力，都得有这个业绩啊，因为有些人要撤呀，那他就要有这个压力啊，而且他收了人家这个费，他必须要去 deserve 这个事儿啊，那他就当然他就不会这么随心所欲了，他现在有1000多亿的这个现金，他也不需要，没有这个压力啊，所以就是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然后他就坐在这个住在 Omaha，你到那儿去，他有可能去见一下，你要不安排的，然后他就坐在这个住在 Omaha，你到那儿去，他有可能去见一下，你要不去的话，他每天就是干自己的事儿，就吃这个同样的东西，然后这个就跳着就叫什么踢踏舞去上班，所以他才可以这个有一个很长很长的业绩。还有呢，就是他这个，他对人的所有的关系呢，就是都是 win-win，他对人是真心的特别好。因为我跟他也是认识这么多年，他是真心的对所有人好，真心的愿意帮助别人，他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恶意。不是说他没有判断啊，他不是说他觉得这哪些人，他也有不喜欢的人，但是他就躲开就是的了。所以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呢，非常的、非常的这个，这个，非常的平常。非常的可持续，所以这一点就也特别重要。所以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好的家庭啊，有一个这个被爱来环绕的环境非常的重要。然后你的同事之间对人为善非常非常的重要，没有恶意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呢，你这个做什么事情都采取多赢的方式啊。你看，我们从来也不收管理费，而且我们这个前6%也都是免费的。所以就是，如果你取得指数基金，你在我们这儿就1分钱都不用付，是吧？这个，在这之上的这个你得的钱的时候，大家都希望你去得点钱，因为他这样的话你不就超过指数投资了吗？所以像这个呢，我们也是从这个巴菲特那儿学来的啊，这就叫 Buffett Formula，他的这个 fee structure，这个让我们生活得很平常。我可以这个到这边来去跟大家分享，我也没什么压力啊。哎，这个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同事之间大家互相都很友爱。我们都非常的这个公开，没有任何敌意。我们跟所有人的关系呢，都是这个共赢的关系。而且做的事情从来都不去 push 自己。你真懂的东西才做，不懂的东西绝对不做。所以你做的时候一定会很坦然，这个市场上上下下一定会不会影响你的情绪。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啊，这个你才会去。这个有一个比较长的业绩，所以这个平常心就特别的重要。你把你的这个生活，你的和其他人的关系呢，这个变成共赢，变成以爱为根基，就变得特别重要。然后常常的去奉献也很重要，这常常去帮助别人，确实真的是会让每个人心情也非常的好，这个生活也很幸福。所以这个 worry 对幸福的。这个定义常常是，就是说，这个 the people who want to love me actually love me，这是他的定义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定义还是不错的。你用这种方法来 organize 这个生活呢，会让你这个在很长的时间都是一个共而且你就会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呢，看着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不断的累进的增长，然后看着呢这些知识呢又。能够让你管理的资金的慢慢的累进增长，然后让那些这个委托你的这些这个投资人呢，能够有更多的财富来帮助别人。我们都是比如说给这个只给这些大学和这个捐赠基金，还有那些用于慈善的这些家庭的钱，我们基本上不给这个富人为了更富去管钱，我们这个选客户很挑剔，这样我就觉得这个我们是在为社会做贡献。
就你要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去组织人生的时候，你会做得很坦然，也不急，会在自己的 pace 上慢慢的去生活。那很多投资人也跟我说，你说我们也想去按照你这种方式去投资，可是问题我的投资人不干呀，他老是想说下一个小时怎么挣多少钱啊，上一个小时已经都赚了或者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你投资人啊。他说那如果这个不是我投资人，我就没投资人了。那我怎么能够去找到像你这种投资人啊？他说我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投资人呢，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借的那点钱，我那个时候还这个是负数。这个芒格有句话，他说你怎么去找到这个好的这个太太呢？他说你这个第一步你得让自己配得上你的太太，因为这个好的太太肯定不是个傻子呀，所以就是你得让自己配得上你的太太，因为这个好的太太肯定不是个傻子呀。所以就是说这个投资人也是一样的，就我们开始的很多年这个就是我自己的钱，再加上几个客串的朋友啊。比较相信你。但是也无所谓啊，然后慢慢的你这个做的时间长了好了，那些合适的人会来找你，然后你在这中间再挑那些更合适你的人，然后你这样慢慢的去做起来，不需要很快，也不需要跟别人比。所以最重要的这个平常心的就是你要相信复利的力量，相信慢慢的去进步的力量，这复利的力量就是慢慢的6-7%的这个增长，在200年里增长了100万倍，这个是不低的，对吧？是不是？那个什么，就回头这个2个礼拜之后，那郭总讲一讲这个你们的故事。那你说你在开始就做海螺的时候，谁知道会做到现在这步啊？就是复利的力量，就是复利的力量。那我们40年前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谁能够想到中国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呀？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就是平均就是 9% 的增长，好像听起来也不太高啊，可是40年，短短的40年啊，就在座还是有些人在40年前还活着呢，对吧？并不都是年轻人啊，这个短短的40年真的是天翻地覆，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那个变化。所以一定要相信复利的力量，不要着急，也没必要跟别人等，没必要跟别人比，就说这个合适的人啊，慢慢的会找到 each other， 找不到的时候也不用急，找到的时候真的是不用急。所以如果有耐心，哎，有这颗平常心，慢慢的去做呢，你会做的反而更好。我为什么要比较这个跟高尔夫呢？就高尔夫就是你这个心就一急，这球马上就打坏掉了。这边有没有人打高尔夫啊？没人打啊，那就不说了，这个例子不管用。就是你这个平常心情绪一变化就马上就变，如果用平常心的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好。这就是说节制生活，锻炼身体，这个用双赢，用黄金法则。来 organize 自己的生活，然后不要 push 自己，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这些听起来吧都是这个常识，这个但是你在年轻的时候啊，这些常识不太容易去，因为大家着急，其实最大的这个区别就是年轻的时候着急。着急为什么？因为老是跟别人比啊，结果我们都同学谁谁谁还不如我呢，怎么现在怎么样了？这是他的生活，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每个人都得活自己的一辈子呀，而且这一辈子其实很短。你在年轻的时候觉得这个日子很慢啊，到了我这岁数再拉一点，这事情就飞快一点，这个一年就一下就过去了。所以这辈子就你必须得活自己的生活。
你只有活自己的生活，你才能活出幸福来，而且只有过自己的生活啊，你才能真正的进步，就不怕慢，这个慢就是快啊。刚才 Keith 讲的，这个阿段最喜欢讲的哈，我觉得他讲的很对啊。